给茄子整只，千万不要心慈手软。首先我们从最底下说起啊，这底下照不到太阳的这种小叶片，给它全部给它打掉。然后茄子我们只留两个主枝哈，每一节上来的小侧枝全部给它打掉，只留两个主要的枝干，在主要的枝干上面结果，看没有？它在上面这边已经开花了。然后呢，这朵花边上还有好几朵小花，那我们就要把这另外三朵花给它掰掉哈，没用的，会争夺养分。这朵也是一样的哈，这快开花了，然后另外还有两朵，这两朵也不要它，给它掰掉。然后这朵花下面有一个侧枝，把这个侧枝也给它打掉。那这朵花边上的这个侧枝呢，如果你想让它结茄子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侧枝边上的小侧枝也要打掉，像这种叶芽要打掉。等它这个茄子结完之后，然后就把这整个侧枝剪掉就行了。那所以还是这根还是主干，不知道我这样说你们有没有听懂啊？